台中市青年高中舞蹈科及台湾青年舞团所为我们带来的共同表演，而台中市青年高中舞蹈科和台湾青年舞团也是中部地区最活跃的艺术团体，每年呢都会安排全新的舞作巡回演出，也常在大型活动且至欧美各个艺术节表演，是舞蹈教育界直受其瞩目的单位。今天要以台中向前行为主题，共同来回顾和展望视野及经典的历史画面，舞出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努力生活的人民们。现在就让我们欢迎台中市青年高中舞蹈科和台湾青年舞团的精彩演出，以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谢谢。Hello， 亲爱的贵宾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台中所带来的舞动青春。
我们台州市青年高中所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段精彩的舞蹈表演，也让我们感觉飞跃向上的心和历史的传承在孩子身上呢，看到精湛的舞蹈演出。